今天在商店里面看到秋天的果盘，哇塞，秋天的果盘能做得这么漂亮，这个可爱吗？你看，小狗，秋天的这个果实啊，果实累累，堆在车子上面，前面呢是一些小狗，可爱吗？我的天哪，还有南瓜，哇，太可爱了吧！还有这种圆的盘子，可爱不可爱？也是一只小狗蹲在满满的果实前面，超可爱。还有这个盘子，这个小狗鼻尖上面落了一片秋天的叶子，哎呦，我就觉得这个画呀画得特别的，怎么说呢，秋意满满，然后非常有这个生活的情趣。还有这个，这只小狗也很好玩，真的想不到一个简单的果盘能被做得这么漂亮。这种就比较素雅了，上面画的是南瓜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是像这种花鸟画一样的，漂亮吗？这个盘子。再来看这只鸟，超级棒。